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哲。因为我妈妈跟阿公很怀念我跳现代舞的样子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个舞台呈现给他们，送给他们这样子。下次你们要再来吗？确定哦，你们没有录影哦，我会有一个抓。等我一下，我穿个鞋子。其实我先跟你们先说一下，就是，好，原本在筹备这场演唱会的时候，姐姐就问我说要不要跳现代舞，但是因为我就是狮子座，然后很爱面子。妆都脱掉，很面子。所以一开始我拒绝了姐姐，因为毕竟我有7年没有跳现代舞了。但是后来我为什么会选择展现这个舞台给大家？其实因为我妈妈跟阿公很怀念我跳现代舞的样子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个舞台呈现给他们，送给他们这样子。